断线了，断线了。刚才讲到要送礼，他就断线了，不关我的事。一讲到买手信呢，即刻断线了。是哦，要送礼物还不断线呐、啊！哎呀，什么线都接不到、哦，人很现实啊，电话都现实啊，那 WiFi 都很现实。你一讲到要送礼物哦，他马上就断线了、哦。啊，又断线了、哦，要跑过来这里哦，重新接好一点。没有，因为他的 WiFi 啊，在上面这家黑选联嘛，所以很远了。在上面这个 H&M 那边就比较远，离开这里很远。离开很远啊，离开很远，那个线不好，一直断线。